大早上起来啊，今天咱们做一个碱水挂面条啊，不知道你们吃没吃过啊，特别利整，倍儿好吃。准备两个西红柿，给它切碎，来点小葱花，还有蒜末。起锅烧油，开做啊！咱们热锅凉油，少来点油啊！哎，来点行了。清不清的，咱们做一个碱水挂面条。咱们先放点盐啊，省得这油溅啊。这是跟我妈学的啊。加入葱花还有蒜末，加入一品鲜，加入西红柿，加点炒菜香啊。我们家不光是炒菜，做面条啊、拌馅儿啊、炖肉、炖鱼啊，全放点啊，特别好吃，增香提味儿。把这个西红柿给它炒出沙了啊，加入开水，来吧。然后咱们中途啊再给它放点盐。好嘞，给大家分享一个握鸡蛋的好方法啊，这是我媳妇儿自己琢磨出来的呀。小火别让它开啊，把鸡蛋打进去啊，这样慢慢的给它咕嘟，给它咕嘟成形了，然后再下面条。你要不然你先下面条，然后你再下鸡蛋，那就乱汤了，而且鸡蛋握不住啊，容易散。你看这样，这鸡蛋容易成形啊，大家记住了啊，改成小火，哎，咱们这样握鸡蛋，这样握出的鸡蛋啊，既好吃还成形儿。您如果想吃烫心儿的，是吧？时间短点儿，五六分钟。如果让它那个全熟的啊，十分熟的，就等个七八分钟、十分钟啊，然后再下面条，这样汤不乱，然后鸡蛋成形儿，好看还好吃。哎，您看见了吗？这鸡蛋怎么煮它也不散，看见了吗？因为是小火给它焖熟的，啊。这样比较有型，然后看着漂亮还好吃。要不然磨不溜鸡那个，你要不是这样，这种方法经常煮飞了啊，不好看。开始下面条，来吧。这个是碱水挂面条啊，这个跟咱们以往吃的都不一样，看特别利索啊，不粘汤，不粘连，不粘锅。来吧，大早上来点面条，倍儿滋润啊，倍儿顺溜吃的。来一把这个油菜啊，往里一扔。对，出锅放点香菜啊，咱马上出锅啊。出锅喽，这油菜啊，烫蔫了就行了。撒一把香菜，碱水面条啊，开成。搁不搁胡椒粉？来点胡椒粉，去腥的还好吃。再稍微加点胡椒粉，开成吧。他们家还说不够吃，我怕不够吃，我是各一半以上。我们四个人吃呢。你吃吧。对，看我们这鸡蛋，打的倍儿成形啊，也不散，还漂亮。再盛点汤，记住了啊，煮挂面这个汤一定得宽着点啊，但是碱水这个它就不容易粘啊。吃饭喽，再来个凉鱼，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吃啊？我喜欢吃凉鱼，来个蘸酱菜，再来一个八宝菜，芥菜丝儿，鸡爪子，青椒酱，开搓。大家好，水哥，开吃喽，来吧。大姐，嗯，好，招呼吧。是，看见了吗？碱水挂面条啊，不粘连，不粘汤啊，而且咱们平常吃的都是酸性食物多，吃点这种碱性食物特别好，是吧？对，嗯，不是，嗯，挺好，那叫一个香，是吧？吃点那个八宝菜，芥子丝儿配这个面条也不错，绝配，全都是下饭。哈哈，真是，全部都是下饭的神器。现在这青椒酱我一般都不敢往里拿，太费呀，属实吃不起啊。哈哈哈，看这鸡蛋握多好，倍儿完整。嗯，
好不好？那全都低头闷头吃的欢着。你买这小薇多少？多少钱？30多块钱是吧？这一籽儿好像是900克。九百克。嗯。30，现在好像有一个优惠券。反正我这个领完了是33块多。哦，30多块钱。就相当于7斤多，快8斤。一籽儿是和900克是1斤8两，应该是吧？嗯。我买那个另外一个牌子的那个碱水面条是19.8块一籽儿，一籽儿是800克，是吧？合着就是，反正差3-3的价格还多呢，是不是？嗯、是，是不是？差多了。哎呦，可不是3-3，这是4籽儿，一籽儿差多了，嗯、差4倍。你们吃过碱水面条吗？就是我也是突然间有一次就是发现这个人说碱水面条，我就挺好奇的，因为馒头我就爱吃大碱馒头，所以我就特别想试试，然后我就买了一次吃，觉得挺好，后来就买挂面条都吃，我把我们家那个箱子里乱七八糟的面条都吃干净了，这个就都买这个面条吃，比较方便啊。然后我觉得挂面吃的是吧，握个鸡蛋，嗯，打点青菜是吧？对，挺舒服。真的就是吃着特别舒服，嗯，你们可以试试啊。早上别吃太干的，我反正不爱吃太干的。嗯，就是面条是最舒服的，是吧？对。哎，太爽了啊！吃点，来颗小葱。吃面条配点小葱吧。整根葱，滋儿俩小汗儿就冒出来了啊！爽，关键什么？它不容粘汤，知道吧？你要买那个龙须面、细瓜面、方的、圆的那种的，经常发现啊，煮着煮着就坨到一块儿了，一疙瘩、面疙瘩，嚼不动。我最恶心吃的那种面条了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有的还分不开。粘一起，嗯，粘在一起了，面条没法吃。特别那种细的，出来还能差一点，是吧？嗯，粘在一块坨在一起了，面疙瘩煮不开，这个没事儿，不会啊，不会啊。嗯、吃挂面了啊，强烈推荐碱水面条，特别好吃啊、嗯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